南投縣農會為了推廣南投好茶，推出茶是茶體驗的專區，讓前來遊客以新外觀、品茶香、品茶湯等等的方式，親睹實際鄉內各鄉鎮的茶是茶。以專業茶杯啊、茶碗來泡茶，同時嘛是各大比賽評審茶的方式，讓體驗過的民眾攏感覺相當的趣味。用着评审比赛茶时泡茶的茶器甲冲泡方式，不管是观察茶汤的色水、茶叶泡开的模样，以及品茶香甲品尝茶汤，拢更加会当了解各种茶的特色。来，这个三星茶庄呢，可以体验到这个辨识茶的游戏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可以让我们就是更知道了解茶，然后更知道怎么样去品茶。刚有品了大雨岭、三林溪。洞顶乌龙茶，还有日月潭红茶。那日月潭红茶呢，是一般人就是平常喝得到。那其他的像大云跟三里溪是比较不好辨识的。来到南投縣農會三星茶莊，游客会当来到茶是茶体验专区，了解南投縣内六国当顶乌龙茶、黑地红茶、三马溪玉山、大乌岭等高山茶。完成了后，阁会当得到一个小礼物。我们有一些轻烘焙、重烘焙的茶叶，让消费者来做一个区别。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，有这样一个游戏，然后消费者其实可以借由这样一个活动、这样一个游戏里面去辨别说，什么是没有发酵的茶叶，什么是有发酵的茶叶，那什么是完全发酵的茶叶，这个就是绿茶、乌龙茶跟红茶的区别。另外，縣農會是平常因为出产未少麦芽系列产品，有时阵嘛会教人客 DIY 将麦芽汁甲绿茶调做伙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们市面上我们所喝到的饮料，其实你要喝到纯天然无添加物的饮料是非常的少的。那我们这边也有做这个梅子绿茶的一个体验 DIY。那么管农会欢迎介意的民众，一旦到因的三星茶庄，玩游戏以及 DIY 体验馆内各种茶是好茶。记者欣喜昌报道。